这是我在巴基斯坦24小时的贴身保安小黑，一个月500元，平时就是负责我户外直播的安全，还有出门在外的一切事情，然后回到家里就是休息，也不需要站岗。平时在外面直播，我吃什么，他吃什么，在家呢，他会做饭给我吃，OK，味道还是不错的呢。吃完饭会把碗洗得干干净净的，每天早上都会把家里的打扫一遍。然后再把地拖一遍。前两天刚搬了这个家，1个月800，但房子都是空的，所有的家具都要自己买。小黑任劳任怨，所有的家具都是他来搬的。家里的灯坏了他也会修，他的付出我们都能看得到，而且很善良，非常认真。他只是不会英语，但是我们可以肢体交流。每天看到我都充满了笑容，眼里充满了光。他跟翻译说，跟我工作真的太幸福了，保护中国人也很自豪。直播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小黑，感谢我粉丝博西，礼物指纹要给小黑。今天我把钱给了他，看他笑得多开心。我的粉丝都是善良的，这两天偶然看到他的手机真的很心酸，下期视频带他去买一个新的手机，下期见。